Hello， 朋友哥，我是风破。然后我们今天玩的一样就是 Don't Starve， 没错，就老习惯了。然后，对我特别把它等到 save 有 save 起来之后再弄，要不然的话很容易会爆，就会像上次一样，就不知情就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就重新了。在寻找我们可爱的，不知道啊，啊，这是蔬菜吧，对不对？附近没有其他像是，哦对，反正，需要他们跳出来的时候就不跳出来了啊？能这么玩的吗？这里应该就是我之前晃过的地方，没有错。好，这边没什么，逃避的快啊。就怎么说呢？我觉得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整个就消失掉，也不知道怎么哦。那边怎么回事？快点啊！企鹅出现！企鹅！哇！啊，这个这么容易哦，这么容易。等等，不要走。来跟你达成同盟这样子。来，那颜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有些颜色不太一样，就。不，爆掉了 ，dash！ 一开始就算挂掉了 ，what？ 下一切要重新了，可恶啊！可恶啊！这没想过那么痛啊！要重新，瞬间 take two 了。管你那么多！哦天哪！瞬间欸，我那我之前做的那是什么？搞屁！所以。又重新了，完全高兴不起来。总而言之，我们又重新了，然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算了，这一次就四处跑好了。没有步行量真的超慢的，天哪！完了，只能走路比较快嘛。真是的，早知道就不打企鹅了。领域性超强，攻击性超，没有减，攻击力太强了，强到一整个哭哭的程度。哦天哪！好，那我们又要重新来过了，所以你们应该不会说些什么吧？我想破到完的。真是的。那边有岩石。讨厌企鹅。那我就应该怎么弄才可以比较好抓企鹅？
这里有，这里有石头，有颗石头就好办事。掉，因为种子刚开始弄不到。哦，等等，哦，这个只是小块的，就没什么，小块就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根本就不会出现。那、啊、这里是岩石区嘛，然后这里有金块，有金块就好办，那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哦，对，重新之后就什么都重新了。啊，天！嗯，那个石头需要那么多。哦，天哪。先捡完石头，但是对，我们可以做基本的。啊，最后就要先做个包包出来。我需要扭扭啦，拜托。哦哦，现在的情况是我，高脚鸟哎。哦，刚被他看上了，不是被盯上了。先弄。哦，魂都吓出来。好，再来弄。一切从头来啊！希望是能够这样子，我真的能破吗？能玩到最后结局吗？下面其实是有那个对有这一条路的，先下去看看有零件呢。两条路，坟墓先不要去，因为坟墓很容易掉理智。哇哇哇哇！这是叫我做什么鬼怪抉择？那两边都不好，这边恶魔花，那边鱼人。鱼人超恐怖的，我印象中他是主动怪。啊，这里就是开始的，一开始过没多久的。超级金块是怎么回事啊？这。先，再多砍几棵树，但是之前就先这样子吧，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我今天就先住在坟墓旁。然后金块什么的就也不用太在意什么的，就直接进。其实不用很担心那个，我直接先做好了。到哪是可以？先煮，反正只耗一个。然后先做个包包。然后这个就先留身上，这个放这里，
天赶紧按照之前的排放模式，虽然说我没有完全记得。这样子，好，这地方这里 ，OK。早知道就不早去，一直在后悔不应该做些早茶类的事情。哦天！先吃成这样就好，然后把这棵树也砍掉好了。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我才可以比较能够安心的去度过就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安心的度过拿到那个东西，拿到可以做复活材料。那跟蜘蛛互 K 吗？哦，竟然是切，感觉没什么就不想拿。然后啊，算了，不讲那么多，伤感情。非常多的树枝先拿，哎，我们继续去寻找其他些有的没有的事物吧。那暂时先做好，哎，没了。哎，我刚刚是不是没有做那个黄金符啊 ？Dash， 还要先回去一趟。很快回去拿黄那个看看，应该是能直接做黄金符才对。在这附近呢、啊？对，在头上。他二级机器才可以。195。好。嗨。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祭坛之类的，会比较方便。噔噔噔噔噔，这种破碎地，这种破碎型的地方会长出那种触手吗？感觉不太会。喂，兔子，莫名其妙突然看到你直接这样长出来了，还蛮恐怖的。我要找一个有牛的地方，或者是有猪的地方会比较。快跑快跑，目睹惨案发生，可是我决定不管，先跑再说。等一下，这里到底会去哪里啊？盖 combo， 哇，不要，不要马！这么长，妈的，太长了吧！哦，吓我吓！哦，结束了，太恐怖了，老人家受不了。继续，继续。我先走右边。哇！我刚
怎么这么长哦？哇！不要，我说这是有够恐怖的。我不是一直走这些路吗？为什么什么都没看到？又是那种洞穴类的。啊，不会吧？这该不会是绕圈圈吧？他们既然有恶魔花，代表又有类似的东西啊！喂！天哪！先拿。我会大下降。这你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走了吗？被骗了，这里根本就完美无缺的沼泽地形。什么？蜘蛛穴？蜘蛛巢穴？好，那我们在这边先扎个营。老师，我住在这边应该会是，我这个绝对是我不想住的地方。哇，我怕大吗？哦，不是，这种火堆会烧到旁边。可是我想要看那个灰被吹走这样子，能展现给我看吗？等，有的吃，你先砍完。必须把啊！想起来我刚刚换个角色哈，我没差了。不要直接吃啊！天哪！那个要固定仪器才可以做其他东西，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不行，神马都不行。哦天哪！这一集是我看过最悲催的一集，会哭啊！玩的做些什么？等他刚。跳掉了我，这是钓竿嘛？补充网，雨伞，睡袋，这是补血的。听到什么东西长大声音喽？哇！为什么是打我，不是打他？哇塞，这里全部，这里根本就是，
太恐怖了，我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不要看，不要想，不要，不要想，不要再多做什么其他事。可是这边是不是？有那个啊，那个都有邪恶花，可是不知道那个邪恶花是不是一定会有装那个不是装备，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零件。该死！好，赶快一鼓作气的直接那吃完算了，一鼓作气直接冲走。我以前在那边生活会哭到爆炸。冲啊！哇，天啊，这一层真的感觉非常的不好。快快哦！这根本就是超恐怖版本的那个马拉松。那是蘑菇吧？那个树到底能不能打？我离开了，万岁！世界真美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往其他地方走吧。那今天就先不要死掉，对，完美契合主题，不要挂掉。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高脚鸟的那个蛋，对，因为怎么解释比较好？就我们是可以拿它的蛋，然后做好像可以吃，可以吃的吧？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哇，好吧，我刚去的地方真应该真的可以说是噩梦的地方，因为感觉超难打。可是气也很难打，哦天，滚开你们！不会吧，这边没有连接到其他地方哦。不要跟我说笑话哦。没有牛，这世界会不会太悲催？哎，有食物，先放这。哦，有祭坛，有祭坛。哦，我总算。放心了一些，这个就是我前面没有的，前面找的要死，是什么都找到，就这边没几天就找到。好的，多收几点物资，然后，这边这过去就是哦，那个蛋。在这边先扎个营什么的好了，就保险起见，因为在这边的话会比较 OK 一点。当然我说的 OK 是指那个啦 ，OK 绷，不是指 OK 绷，我在讲什么？就你一复活的话，至少有个火堆什么来用会比较好。真是的，刚才想什么？你搞得我语无伦次啊！在这边就来先升级我们的装备啊，反正昨天什么都好了，先飙过去那个超级恐怖大沼泽。它好像有重叠的情形发生，对不对？会重叠。
有点暗了。好好好，赶快，啊，随便找个地方弄弄个那个，就这里好，就这里好了。对，没差了，没差，没差，没差。先来造个火堆啊，就正好造在中间。然后我们吃种子，种子应该像爆米花的东西才对。这组啊。好的，继续煮。哦，反正没有差了，哈哈。哦天哪！哦，下雨了。哦，对，他这边做个机器。至于为什么做机器就不用，刚刚已经讲过了嘛。先提升自己的等级再说，然后。哎，你以为不够吗？太小看我，要不然我就不会挑这里了。哦，天哪！啊啊！有六个，大失策，忘记那个需要啊！哇！不要每次都闪电过来，好不好？等等哈，我先看一下接下来还有哪边可以去啊？这边还有哪边是可以去的？这边感觉没什么了，到时候我只能再走回来，这边往下探。到时候就只能往下探索了哦。今天就先到这为止啊，至少我们有个重生点啊，如果重生点什么的都好了，至少不像第一季，不像第一次死的那么难堪。我不要过来高脚鸟。我们现在等，你们应该知道我在等什么，我在等那个 saving， 先要 saving 起来再说，要不然的话会，哼，再哭哭一次。他们有 saving 啊，欸，知道是有 saving 还是没 saving？ 好吧，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